小迪这次的 FTP 测试是空腹的测试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啦，没有举办有奖征答，怎么那么容易有奖征答？好，那我们都会抽出三名，都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徐妈妈所提供的。那你，小弟，今天这一集啊，要跟大家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了，因为小弟终于勇敢的要面对我的 FTP 了。FTP 是指一小时催到底的最大功率，之后晕眩、呕吐、抽筋三选一，欢迎常常测试。FTP 测试我们是要用最熟悉的 Swift 20分钟来测自己的 FTP， 环境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，电风扇、冷气通通都打开了啦。小弟还换了一双新的鞋子，因为这双鞋子非常透气，是我们的 Shimano IC 100。另外啊，小弟这次的 FTP 测试是空腹的测试，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啦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小弟有晨起的习惯，希望这个 FTP 的数值能够更接近我平常早晨的训练哈。等下去看单车小弟会不会测到昏倒咯。呵呵，等等看你笑不笑得出来。在这历史性的一刻，我又举办有奖征答，怎么那么容易有奖征答？那我的题目就是单车小弟空腹测试的 FTP 是多少呢？记得在底下留言哦。好，那我们都会抽出三名，那都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徐妈妈所提供的头巾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加油！上一次 FTP test 好久了，好，现在开始20秒165啊，还好啦，简单，平常骑车都没那么紧张，不知道是不是架设那么多摄影机给大家，突然公开我的 FTP， 超紧张，等下会不会出来只有130？ What？ 今天要不要放弃啊？下个月再录，明天再录，哦，这有点难，20秒225，不能，很消微了，来20秒，屁股一夹就过了啦，再夹。你下一期，摄影师下一期哦。吃饭了。决定动画。我们还在录哦。还有。林小弟，你要点豆花是吗？你今天要破 FTP 才有豆花汁啊。订豆花就是那个我骑8848就好夹，谁敢好夹那一间啊。哦。等你破 FTP 再订啊。FTP。加油啊！我现在空腹，没有破就不要播了，这集就不播了。啊，没有破，不要播，还是要吃啊！趁我脾气还好的时候，赶快去买买。等下脾气只会随着瓦数越高越火大。记得走了。建议你赶快买一买。刚骑完3分钟的195瓦，2分钟的215瓦，哦。非常累，放弃比较快。还是刚才单车小弟这视频直接下架，今天就不要剪片了。做视频真难。干嘛？我帮你准备好披萨。披萨？要吃吗？我不能吃，我等下 FTP 哦，等下会吐哎。你买什么口味披萨？想要空腹吃啊？超香的。来，先吃再说。不要。啊，我只剩2分钟可以休息了。家里冷气有开吗？有，全开了。我感觉没有，好热，心静自然凉啊！真干话很多哎，天哪，我看到拱门了，看到拱门就是要20分钟的 FTP test， 55秒了，加油加油，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，该拼了！不要学啊，空腹什么 FTP， 空腹就是假奔，吃饭就好了，什么 FTP？ 我们要来了，好，我知道，信不信了？不是这样了，不是这样啊。现在180级以上，哦，稳定。我们就180级。那完了，下台了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空腹测试嘛。没有人在 FTP 可以讲话的啦。哦，好。好了。恭喜你关注。加油啊！刚才问你，你还好吗？谁有在问候？
的外送。豆花来，豆花来了。啊，去哪？我去哪？我去哪？啊，鬼吼鬼叫的，我要被邻居抗议。没有空管啊，我要去吃豆花了。啊。25秒，冲啊，冲啊！好。后面都灰了啦。啊，手机要掉了。没有空管手机啊，结束啦。169，红鸟。惨啊惨啊！空腹169而已。求你准备这么多水，你要喝什么？怎么都没喝。你要哪一罐？啊，这个。还是这四罐。啊，你不要烦。我该说什么？事实证明，是宝爱唱 FTP。gay 啊，什么？空腹 FTP， 觉得自己很强。虽然说还是很在乎我现在美不美啊。嗯。是不是很吵？嗯。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像花痴。我觉得我会买169，应该是被你干扰。真的？哇！开始了，披萨。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哎，那没有破 FTP 还有抽奖吗？啊？不抽了，没有了。还是要抽啦，换个题目就好了。可以空腹测 FTP 吗？可以吃啦。你要吃哪一种？你竟然买两个披萨，太过分了。来吃。哦，好棒哦！我会转奶。再来一片。那 FTP 没有破，到时候会吃。好，你可以撤了。没有破 FTP 要怎样？哎！站住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自作道具？拿来，拿来！现在认真去做百祥的那个赛事。那我打一下。不要。就是虽然说没有破 PR 啊，可是该吃的还是要吃。结论是，不要空腹测 FTP 哦。好，我们大概做一下影片的结尾。真的好累哦！没想到测 FTP 是这么累的事情。不过啊，再累也要把好物介绍给大家。锵锵，是我们的 IC 100，那它是一个室内的卡鞋哦。看最近常常在室内做训练，那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那个卡鞋脱下来非常的臭？好，今天这双鞋真的完全不臭，要怎么测是不臭？我闻给你们看。哦。吸三口都还是香的哎，给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觉得说自己的味道自己不会说臭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找公信力的人来。天后面怎么有点挤啊？啊，我们来欢迎很少露脸的摄影师的。哎，反正你不露脸也没有关系，来，我们要请摄影师来闻一闻，闻给你们看。快点啊，我们不是做效果，我们一向都很真实的，我们真实实测怎么样？给我闻，给我闻，你刚刚是不是在 FTP 的时候？我怎么样？香的香的香的吗？香的吗？可以买哈，但不要测到你的老公、你的女朋友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可以测了。今天画面好挤哦，你赶快离开。好啦。今天单车小弟就用空腹的方式去测了 FTP， 那也告诉你们就是失败啦。记得之后测 FTP 一定要吃东西哦。啊，最后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要在单车小弟的影片底下留言，那我们会抽出3名，会送出 Shimano 的头巾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